广厦队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想要终结北控队的五连胜，就算赵佳仁与许忠豪的报销对他们的整体实力造成非常大的影响，但孙铭徽、胡金秋与赵岩浩的满血显然就让王博拥有了更加充足的底气与其他强队正面硬刚。而且当他们在上场比赛以105-91的战绩成功击败广东队之后，他们的连胜战绩更是来到了五连胜。只要他们在接下来比赛中再度击败北控队，他们的士气也将达到新的顶点，这反而就让他们在未来的比赛中拥有了更进一步的可能。这不，王博就祭出了狮王暴击这个绝杀，但北控队就注定无缘六连胜吗？在篮球帝看来，王博的这个杀招也很简单，那就是在比赛的开局就打出他们的状态，尤其是他们的三分球，显然就需要他们能够复刻上场比赛的高光发挥，并在第一节的比赛中连续投进五记三分球，如此广厦队也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更多的优势。与此同时，朱俊龙、段立谦、王敬明、许可与李金孝等球员还要完全限制住北控队的爆发点，不仅要全场上强度，还需要彻底阻断他们之间的战术配合，绝对不能给他们提供投射三分球的机会。毕竟北控队的三分投射能力也不弱，尤其是金鑫与孟子凯这两名球员，他们显然就扮演着冷面杀手的角色。当广厦队大比分领先之后，这两名球员必然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轰出他们的绝杀，也就是三分雨。对于这两名球员的防守，王博还不能马虎，否则当北控队也在赛场投出手感之后，赛场的形势必然会对他们更加不利。而且孙铭徽还需要与胡金秋、赵岩浩联手掌握赛场的节奏，用他们最擅长的阵地战不断去消耗对手，这反而就能够取得奇效。理由也很简单，只要北控队球员的心态发生新的变化，他们在赛场上也很难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战力。这还不算广厦队的球员在防守过程中所做的一系列小动作，说不定北控队球员的心态会炸裂得更快。对于广厦队来说呢，他们显然也需要拿下这场比赛，当他们再度击败北控队之后，他们也将成功斩获六连胜，这反而就会让广厦队在赛场上再度起势。至于说内线的问题，篮球帝相信在胡金秋、李金孝与奥卡福的加持之下，他们一定会在赛场上发挥出应有的战力，这也是他们必须要做到的一点。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再度吹响逆袭的号角。要知道，广厦队在当前赛季的终极目标必然就是夺冠，如果想要做到这一点的话，那就需要他们的整体实力能够取得新的突破。毕竟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辽宁、广东、新疆与浙江等球队在经历了30多轮常规赛的洗礼之后，他们已经取得了新的突破，当比赛推进到季后赛之后，这几支强队的总战力必然还会取得新的突破。如果广厦队想要完成夺冠壮举的话，那就需要他们能够在一众强队之中顺利脱颖而出，这也就倒逼着广厦队也能够数次突破自我的新极限。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关键的突破口显然就应在年轻球员的身上，王博知道应该怎么去做。